黄子韬近日发布了自己的新歌《Bigger》 MV， 并在其微博上谈及自己的音乐创作历程，表示自己对音乐怀有初心，用金钱无法衡量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音乐，呼吁大家帮其转发。1月31日，作为好朋友的鹿晗现身，积极为黄子韬打歌，微博转发并配文：“天下无敌，最帅的男人发新歌了。”配上搞笑表情，隔空问话黄子韬是否满意。黄子韬在评论中直呼非常满足，愿做宇宙第二帅，甜蜜表白鹿晗我爱你，网友惊呼两人兄弟友谊太铁。鹿晗的这一甜蜜打 call 也引来众多网友催问新歌何时可以发布，鹿晗你也要加油了哟。